你这开啥嘞？开经理。你睡吧了也。睡不着了，这一出门了，也睡不着了。要不我睡啊，跟咱哥们儿出去办事，回来晚了，你都睡了。我5点多都起来了，我躺一躺，后来我起来吧，开会都明天，今天停了，你看。不下了。不下了，挺是挺啊。的，就这天挺好。那这今天还不累啊？我想你这头发都是湿的。啊，洗洗澡。呀！我早点起来，我洗洗。也我也没注意，你看咱这酒店的环境还差不多啊，绿化也挺好。你看那边还有个足球场，你看。这是个学校，该是。你看，哟，你看这景色多好，木墙来的，叫没二十多层，没高，我家我一看挺高的样子。高呗。高。真是，我这一换，我这啥也没感觉。这白天一看，怪就是挺高的。俩这招。去吃饭吧，吃早餐吧，早餐讲晚了都没了。这疼吗？你鸡汤，再疼。你不带我去，我能知道啊？我也没来怪过。了，你成天在我现在在北京打拼了多少年，你不知道？我在北京打拼那么多年，我也不光去宾馆住的，我去干啥去宾馆住的？是呗。我都成天在单位里住，我也不出去住，我哪知道啊？你不是在外边站过的人，在北京、成都站过的人，这个石家庄你还能走丢吗？对，走丢是走不丢，但那也是，能找着，别底下长嘴的。对，我能问。哦，我平常就看墙根儿，我家伙，你在这还烧的呀？跟你讲，俺舅出去，他是真是他自己也认不得。我出去，你到能那领都个丢不他？着，你放心。你要是出去了，给俺就丢空了，你能领个家，啊，是呗？对，我能带他，他带不了我，这还这一点他不服也不得。哦，到那时候他得心服口服，是呗？真是，我毕竟在北京待10来年，不过这几年成天在家里不出门，可能有点变化吧，到外头是呗？不一样了，这一年变化挺大的，但是出去啊还是丢不了，最起码我能导航，他连导航也不会，还会哦，一摘，明白呗？明白，走，吃饭吧。是。岁数大了，反应慢。刚才你有点套路吧？我跟你说，我都你套路。问我，你没住过宾馆啊？我说我住宾馆干啥呀？这还套路我玩儿嘞？对呗。到电梯楼刚反应过来，我字儿都没不对。你说我在北京啥时候我去住宾馆干啥？还这闲车呢？这不行，这一不小心都套路里头了，这套路太深。套路太深，没有套路你，啥时候套路你？别说那是城市套路深，还是回农村？我说还得回农村。好，赶紧就在农村吧。好的，好的。啥是中台？中台就是，这肠啊什么，那是奶什么的算西餐。哦，我吃这个花生梨花罐。一样少了一点是吧？你看今天就咱俩人在这吃饭。他们不来啊，人家估计老睡觉，热菜。不是，我说人家别的人也没在这吃饭，是不是早了？咱们来的早。今天那个小花。今天是怎么着啊？我这么多年出门兴奋，睡不着，把你影响你了，是吧？米饭咱也不吃，来个鸡鸡蛋，我找鸡蛋，来个鸡蛋。一会儿再来碗粥，齐了就，我再整点凉菜。你应该喝奶。来点那个咸菜，给我来点，一会儿我尝尝。对，先少来点。这枣糕是吧？这是。
你这叫中西搭配。你吃啥主食？拿一个。我就吃个鸡蛋就行，喝一会儿粥。鸡蛋在这个里边。还有玉米棒。对，你爱吃玉米棒，你应该吃个这个，这是蒸的什么南瓜什么？你应该吃个这个。这是红薯。那个。这个。啊。哦，这是南瓜。哇，我最多了。香炉。这是我的早餐。咱对比一下，你看看你。哎，还是我。这是我的。这是你的。这是你的啊，这是你的。啊。这个也是你的。行，尝一碗粥。是不是我特别能吃？是吧？不是，我是先尝尝这个味道怎么样。你其实你比我能吃。对，我比你能吃，一会儿我再决定。不喝粥了，我到那儿看看，要个豆浆，又拿了两根油条，还豆浆配油条绝配。现在也在老家也不出去吃早餐了，好长时间不喝豆浆了，你知道吗？嗯，那你出来先尝尝吧，啥味儿？嗯，豆浆挺好喝，是吧？在家都能喝米粥，我一看有豆浆，喝点豆浆。豆浆配油条，你看，绝配这是。嗯。水果，嗯，正确。他知道是给你拿的。他给我拿点的。对。这出来一趟收获就是多。收获大不了。待遇也上去了。我把你照顾一顿了啥？这东西出来立马变成一把手。你吃大了，这个肉水果，这个肉鲜嫩。豆浆好了，好了。我这俩一家尝一口。这出来，你看吃了呗，比在家里吃的倒还丰富。在家里也是，做多了也吃不了，在家里再营养撑点是呗，挺好。这以后不行，我还得出去，不行，我还去北京安里头，出在家里。一会儿有的是，那自己怀的呀，不要他能怀。一会儿有的是，出来好几年，朋友们都来，出来一趟节目，还是在外边见了一个事情嘛，是呗。走吧，看看咱这吧。干嘛的好？你看这个，多黄，黄色行动。饭后再来个小酸梅。忘了吧，忘了那都。回去我也跟俺舅歇着，我吃啥来着？